大家好，我是 Scott。这段时间因为我的事情，让大家感到了不安和焦虑，对此我非常抱歉。目前我已经解决了出境限制问题，确定可以和队友一起参加2024英雄联盟全剧总决赛了。这段时间特别感谢俱乐部、我的队友们，还有帮助我的朋友们。他们知道了我遇到困难都毫不犹豫，在第一时间给了我帮助。最终让我能顺利去参加世界赛了，真的谢谢大家。我们在正常的训练，认真备战，请大家放心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世界赛见。